好声音导师李荣浩，土味情话，忍耐力考验。Round 1。你知道你和星星的区别吗？我不知道。星星在天上，在我心里。谢谢谢谢。Round 2。上辈子你一定是探险引诱的。不然为什么我一看到你就开心了呢？我以为你一看到我就来气儿了。Round three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冒？你为什么感冒了？被你自己的土味情话冷到了。因为我对你没有抵抗力。这还行，可以，这可以。但我能猜到个大方向，但具体我猜不到。但这个挺好。